本家当沙发烤，每一餐呐、啊，对，一个腿。这样一百三，在这里吃一百三。这是土鸡肉套餐，一百三。现在在新店捷运站，我要坐车坐到深坑休息站，要到那边去度假度一天。今天是三十节，大家快乐！我们到这里是新店，我帮你拍吗？不要啦，谢谢。好啦，阿弥陀佛，都下礼啦。我今天来到新店，这里是新店捷运站。我想要坐923。肚子有点饿，想要吃东西。923你在哪里？
五位先生，五位先生，对啊，五位先生，摇吧，他还包包尿布啊？哎呀，怕他大便尿尿。这个是一百块啦，我今天吃的300多块，哎，400块了，300多块，哎呀，我就要吃的啦。看无富人吃，反正他跟吃，一家尽量吃，无后边啊，无得无当他吃，你是无当他吃了后边，嗯，不知道啦，趁现在能吃，赶快吃了就对了。